我这头洗落来，会当救的拢救啊！后手剩两个人，就是民主进步党的不分区，咱搁差两个，再多抢救两位，民主进步党就可以在国会过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两位必须爱跟咱台南斗球。这两位的第二个就是我。我各位讲，啊，传咱明仔载，那当选不分区立委，代表民主进步党是台湾的国会过半点点。所以拜托大家。拜托咱台南的乡亲士大，疼惜台南人，予台南人继续有勇气，予台南人继续为台湾这个国家一把拼嘞，好不好？安尼好不好？明仔载真侪媒体拢在问讲我要去对投票，因为拢关心我明仔载当选无。我明仔载当选的代表韩国瑜老师啦，对不对？我明仔载若当选，韩国瑜没有办法当立法院长，黄国昌没办法当立法院的副院长，对不对？拜托大家，大家用选票全力来支持。政党票投给民主进步党，民主进步党的政党票，那一张白色最长的选票，请大家投给几个？六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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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主进。好不好？各位，我台南高雄的各位好朋友，各位士大，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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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川阿回来啊！今仔日拜五，我这礼拜一对台北出发，全台湾。坐1000公里，握过手，翕过相，签过名，几啊万，一转台湾，你甲所有民进党进入激战，危险的选举的候选人，斗三工，斗战声，拜托大家支持民主进步党联盟。今仔日下晡，甲是台北的实际结束，马上坐高铁，一定爱阁转来台南，因为我知影，我爱继续拼落去，台南人无咧浪费的，点点。真侪人讲，你徛在宣传车顶悬徛五天，一天徛12点钟，会惊无？会艰苦无？经过台中，经过安家，经过苗栗邱正军，经过云林的张荣惠，你会惊无？我讲台湾人、台南人无咧惊啦。咱知道，必须要用选票，甲全世界讲。讲台湾选择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，我们没有要跟中国集权统治站在一起，我们要选择赖清德、萧美琴，好不好？台南出过总统，知道明仔载台南。要出第二个总统，赖清德，点点。
隔壁高雄市长陈其迈讲，讲高雄要开100万票，台南人袂当闹开，台南人赖清德的得票率一定会上高，全台湾上高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好无？民主进步党不止总统来胜选，咱的立委来过半，咱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拢爱全力打，会当救的咱拢救啊！我这头说落来，会当救的拢救啊！后手剩两个人，就是民主进步党的不分区，咱搁差两个。再多抢救两位民主进步党，就可以在国会过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两位必须爱跟咱台南斗救。这两位的第二个就是我。我各位讲，阿川阿明阿仔，那当选不分区立委，代表。民主进步党是台湾的国会过半，对不对？所以拜托大家，拜托咱台南的乡亲士大，疼惜台南人，让台南人继续有勇气，让台南人继续为台湾这个国家一把拼，安尼好不好？安尼好不好？明仔载真侪媒体拢在问讲，我要去对投票，因为伊拢关心我明仔载当选无。我明仔载当选，就代表韩国瑜老输啦，对不对？我明仔载若当选，韩国瑜没有办法当立法院院长，黄国昌没办法当立法院的副院长，对不对？拜托大家，大家用选票全力来支持政党票投给民主进步党，民主进步党的政党票那一张白色最长的选票，请大家投给几个？六个，六个，六个，六个。六啊，民主进步党，好不好？啊，全啊拜托大家，全台南人，嘛拜托全部的台湾人，明仔载用三张选票，总统赖清德、萧美琴、立法委员支持。赖清德所提名民主大联盟所有选人，第三张选票，拜托咱台南的乡亲，斗三工，银行卡电话传来，靠你是外地的朋友，拜托伊用选票、政党票支持哪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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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主进步党，谢谢大家。蓝绿白2024决战总统府，主持人佩姐王时吉邀请重量级来宾及时评论。1月13日星期六下午3:30开票选情，请锁定三立新闻网94要客诉。